OK， 那这一只是 HTC 的 E9X，那看起来还可以开。你看，还有它的 Signature 的 One 系列，这是历 史啊。所以这样子，看来这只手机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干嘛把它拆？看来这只手机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功能都正常啊。它除了它的 Android 版本有点旧之外，我们来看看那 Android 版本到底是多少呢？Android 5.0耶，什么鬼？对，所以几乎所有软体都没有办法支援这么旧的 Android 版本，所以这只手机也不知道可以干什么，拿来拍拍照片吗之类的，就没有办法做什么啦。5.0的东西，好，那我们就也把它丢到一边。虽然好，那我们也把这只 HTC 丢到一边好了，因为功能都正常，只是 Android 有点旧，根本没有办法使用。对，就HTC 啊。然后是，